七十载风雨跌宕，七十载波澜起伏，从中国第一台工厂机械到世界之最绽放全球，徐工立足全球用户本土化需求，把握国际市场变化，努力汲取发达国家研发资源，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，汇聚全球顶级行业精英，相约印度，落户德国，布局巴西，投资北美，打造世界级研发平台，辐射全球。在中国，徐工先后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助力徐工，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专业实验室，6000多人国际研发团队，100余名国际顶尖工程机械专家，正用科技改变世界。年销售收入5%以上用于技术研发，承接国家863项目，连续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3000余项技术获国家专利，工程机械行业标准的制定者。以此为基础，3路并举，突破核心零部件瓶颈，关键产品技术全面自主创新，高端制造牢牢占据行业巅峰。更先进、更可靠、更环保的品质，打造国际化品牌。3高1档产品战略，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施工设备的成套解决方案，成为中国力量在世界市场快速崛起的最佳代言。科技中国，创新世界。